我有时候唱起以前的一些歌，我就会觉得，有可能其实此刻的我，其实也是被十年前的自己召唤而来的。就像十年前的我，也许其实是为了这一辈子后来想要成为的自己，所以当年写了这些歌。而此刻的我，其实不论变成什么样子，也都在回应，依然是曾经20岁、30岁，甚或是15岁的自己。赐予我分别，存在于万物中的万万劫，生死是虚虚写，我们却不自觉在背诵的誓言，谁都能够完整的实现。